6000多块钱一双，你们有没有见过？我也没见过，让你们体验一下平时咱们看都不敢看。如果说你平时也是习惯穿好鞋贵鞋，没个四位数都看不上的，捡个漏，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力度，全部当成裸鞋给你们搞掉。快点啊，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啊，已经进入尾声了啊，看我们今天那辆车，看那辆车已经装满了，快递马上要发走了啊。这次的活动过了之后，你想再找这么划算的组合真的很少，太难了啊。这双鞋子啊，你不要说你买过，你可能见都没有见到过。这双鞋子如果在线下店买的话是很贵很贵很贵的。这双鞋呢，上脚很洋气啊，就搭裙子搭旗袍，穿上这双鞋子又舒服又凉快。那平时家里裙子多又不想穿高跟鞋，这双鞋呢是符合我的自由款。